好，我是志奇，我是一个 YouTuber， 同时也是一个青年创业家。我将在11月29日与简立峰一起对谈，分享我们对台湾走向扬升的下一步的经验与想法，邀请你一起来参加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FNG 创办人蔡蔡。透过 TEDx 台北，我想实现的是号召更多人一起参与循环经济，为下一代留下更好的环境。大家好，我是邱振宇，台湾雷伊汉勒世界公民中心的执行长。今年在土耳其叙利亚的边界将会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，我们估计大概会有100万名难民活不到明年。我想借由 TEDx 台北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边界所做的事，让我邀请大家一起来，让台湾的光与热为这寂静无声的黑夜点燃更多的希望。